本来现役弟兄寄给我一堆公发战斗服让我拍大便片，但发现我垃圾桶把这些公发品给吐出来了，所以很抱歉我不想介绍。A1 二代战斗服，袖子为抗撕裂格纹 TC 布，躯干弹性为聚酯纤维。抗撕裂布依旧硬，跟傲骨一样不舒服。领片很短，个人偏好较高的领片，能避免枪被带摩擦，除非你把领子立起，但这样不舒服。YKK 5号拉链，个人觉得5号拉链有点太多，虽然强度较高较好抓握，但是链条拉链头也更突出，增加压到造成不适的几率。像快用的3号其实刚好，底下布没缝死，说不定可以拿来装彩虹糖。拉链边很奇葩，用粗糙的抗撕裂布包住，让本身已经大一号的拉链更厚更突出，穿戴起来非常不舒服。而且我还不懂，明明可以用侧缝解决，为啥一定要装下子？肩膀口袋跟快闪袋类似，找了底套、排水孔、包边，还有最容易勾到的盖子毛面，并不是分成两条。Has these two strips of Velcro instead of that giant block. This works well. It folds around your sleeve, doesn't stick out too much. 底下的勾面当然也是没分成两条。魔鬼针抓力蛮大，但是勾面没有很整齐。三代相同护轴设计，附针的软垫弹性很好。两道切割，弯曲时能更好的服贴手肘。袖子宽度对我来说刚好。手铐勾面有点短，毛面够长，适合我的哥布林手腕。躯干部位四面弹，滑顺舒适，但延展后会变白，并且不消光。夜视镜下应该会是夜空中最亮的星。拉链就像之前提到，有明显异物感，特别是穿上背心之后。登上后才发现金属拉片还会发出噪音。拉链下方不缝死，拉链包边本来想拆，但好像不好搞，所以没动。挂脖子的超大标签拆除，拉链片装闪绳套。大概穿了两三次跑领口 CQB 就被我挂着圣美军了。What the hell?